对数放大器具有对数特性，其输出信号 Vout 的幅度为输入信号 Vin 幅度的对数，即 Vout 等于负 K 对 Vin 取自然对数，其中 K 为常数， Ln 为以 E 为底的自然对数。如果把二极管的福安特性曲线局部放大，由于二极管的结构特性，当正向电压 VF 小于 0.7 伏时，正向电流 IF 与正向电压 VF 呈现指数的关系，其关系视为 IF 约等于 IR 乘以 E 的 QVF 除以 KT 次方，其中 IR 为反向漏电流，Q 是电子的电量， K 为玻尔兹曼常数， T 是以卡尔文为单位的温度。对这个式子两边取自然对数，也就得到这个式子。根据对数特性，可以把这个式子进一步的转换，把对 IR 取自然对数这一项移到式子的左边，就能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再根据对数特性，可以把等式左边可以化成两个量的商取自然对数的形式，也就是 IF 除以 IR 的自然对数等于 QVF 除以 K 乘 T， 这样就可以把正向电压 VF 解出来，得到 VF 等于 K 乘以 T 除以 Q 对 IF 除以 IR 取自然对数。对数放大器将利用二极管的这个特性实现对数放大。